我想把这几个资料给他们送过去。好的。 吴家诊所的人都在里边吧？我申请保释。是来保释的。哎，别再敲了，再敲把你的手指头给你剁了。哎呀，好了没有啊？好了，配什么料？你那个酱料。 再加上蜂蜜芥末，都要，我就在这儿吃。哎，你说你呀、啊，你要个电话就好了，我给你送过去。哎，我那个家呀，现在已经成了疯子窝了，都回不去。哎，吹吧你就。嘿嘿，吹，不是吹呀、啊，哎，我呀做了个梦。 梦见咱们鬼街上的人呐，全都活了，一个个的，哎呀，张牙舞爪啊，弄得到处乱七八糟的。你说原来去我那个诊所还都是正常人，可现在呢？哎，这个不是杀手，就是发了疯的警察。要不是你帮忙，我们肯定还在牢里关着呢。我想在我自己家里踏踏实实的吃个烧鹅都不行。林浩被抓，不会连累你们的。 林浩他到底得罪什么人了？我已经在想办法救他了，你呀就别操心了。哎，嘿嘿嘿，还是你有办法。嘿嘿，那你告诉我，林浩现在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能出来？哎呀，这你就别问了，知道的越少越好。吃吧。都整理好了吗？嗯。 我给了你多少药了？哎呦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南石惩戒场那边又来了好多新的死刑犯，我看过了，底子都不错。之前那批人打了药就已经很能打了，这一批人如果再打了药，那就直接变成怪兽了。到时候，感泉下注的人会越来越多。放心吧，很快就能回本儿，啊，很快，很快。 你总跟我说很快，你知不知道研究这笔新药的钱，是我挪用了我们医院的研究资金，马上就要开股东大会，你让我跟这帮老头子怎么交代？说，我把钱都用来研制违禁药，给你们监狱打黑拳了。我如果说不清楚这个资金的去向，我将失去开发权限，你也不用在我这拿药了。那怎么办？ 要不然找谢承德商量商量，从他那借点，先把这窟窿堵上。你比我更清楚谢承德是干嘛的。儿子死了之后，贩毒、走私、高利贷样样都来。你是个警察啊！我们需要的是正经的项目资金来源。院长。 其实，有关项目投资方面，商会的庄先生今天又打过电话来，说想和您见一面。庄宇，嗯，庄先生说，他们商会这边有个医学基金项目，最近会对各大医院进行考察，而像青山医院这样资质的医院是他的首选。 庄先生，哎呦，庄先生，呵呵久仰大名啊！庄先生，自从您弟弟曾帆离开医院之后，一直想找贵商会合作，看来有缘之人还是有缘相见呐。看来是我们心有灵犀了。是是是。
刚才那个就是我们医院的贵宾检查中心，拥有最先进的设备，可以同时对接国外最新的检查项目。所以您刚才说的那个德国的基金项目，只有我们医院才有能力和资源来接手。不过您放心，既然是商会引进的项目，那么我们必定全力以赴，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。其实达到什么效果我不在乎，做什么内容我也无所谓，我只有一个目的，资金到位之后赚钱就行。那庄先生注定是我们的贵人呐。联合基金协会成立之后，理事长必须由我来担任。基金会的基金如果能由庄先生亲自监督管理，那我当然求之不得呀。我去个卫生间。院长，您签个字。庄宇，庄宇，你要投资王志文。你胆子很大，敢跟踪我到医院来。我来就是想问你一句话，你是不是想通过商会项目基金的钱去设计王志文？既然是条大鱼，当然要下足够的饵。庄宇，这王志文跟梁光强不同，他做了这么多年坏事，还能披着医院院长的皮，还能做悬壶济世的大善人，不是你下个饵就能钓得住的。你这样冒险很容易被咬死。这件事情和你无关。怎么会和我无关呢？他是你的仇人，也是我的仇人。16年前，我也是亲眼。庄宇，院长好。嗯。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复仇。你最好安分一点。你不能为了仇恨，连带着把自己给毁掉了。庄宇。张先生，是医生啊，还是护士啊？庄先生好兴致啊，不知道庄先生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下我们医院的特殊招待，就当是庆祝商会和我们医院之间的合作，包您满意。那就听院长安排。请。哎呀，王院长来了。这是我们商会的庄先生。哎，庄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看来王院长你们也玩得很大呀。像庄先生这种每天要处理很多事情的人，压力是需要释放的。来，庄先生，请请请请请。关在这里边的都是一些穷凶极恶、作恶多端的人，与其让他们在这里苟延残喘，还不如用他们的命搏点刺激，回馈社会。这也算是他们这辈子唯一有价值的地方了。庄先生既然来了，不如放松一下，全当消遣。对呀，今天啊，咱们这里来了个新人，已经跟仓里的黑熊耗了半天了。他们都说这个新人是匹黑马。看来庄先生很有赌运呐，不如一起赌几把，赢了算您的，输了算我的。那就谢谢王院长。来，里边请，请。
你留着胳膊也是祸害，不如让我替你废了。来，张先生，来，请。没想到你口中所说的黑马，竟然是这家伙。说起来，跟庄先生还是旧识。我听说之前您的弟弟曾帆就是被他抓走的，他更是破坏了您和梁家之间的合作。青帮的谢承德更是被他弄得很惨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真是不忍多闻呐！这种十恶不赦之人，就应该好好的惩罚惩罚。不知道庄先生有没有兴趣，好好的教训他一下。帮我买这里最强的。起来，赶紧帮庄先生安排好。来，哎，庄先生。就是他了，厉害了。我给大家买了下午茶，这里交给我，在我这里没有开不了口的人。你给庄先生安排好吗？这已经是我们这里最强的了，用了我两支药，居然还是让他赢了。这个比赛怎么让客人开心，我们怎么赚钱啊？这庄先生让您见笑了，这场输的钱我来付。比赛结果出乎我的意料，我看得很开心。这个人既然打赢了，那钱理应赏给他。下一场我可以买你赢。赶紧把车拉开！拉开！赶紧给他拖走！拖走！庄先生，带走！你别说，庄先生，把他给我杀了！是。不必了，我说过，他必须要活着，我倒要看看他有几条命。下一场我要买他赢。本来想让您放松一下，没想到发生这样的意外。我保证一周后的决赛万无一失，还会给您一份惊喜，务必请庄先生一定到场。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，想法很有创意，我对我们未来的合作也更加有信心了。决赛我还会来，还是买他赢。走了。庄先生慢走。庄先生慢走。一只手，剔骨留皮，沾腿去齿，鹅掌连筋，开膛28种香料入肚，5、6、1、7，上弦逢死不许留着。
上去。等一下杨医生来的时候，让他处理一下这个犯人的伤口。上面说过他还要继续比赛，别让他死了啊。哎，撤。这是杨皇上进出实验室的时间表。这个老头3点到4点还去喝下午茶，在这里活得还挺自在的。可是那个老头太精了，钥匙一直带在身上，我实在弄不到手啊。不用钥匙。这是杨华生在监狱里做医生的时候所有的订货清单。这些药配出来很像我小时候见过的我爸针对瘟疫配的药剂，但细看又有些不一样。每次计划总是你当头我当尾巴。嘘，小点声。那是因为你太小了，等你长到我这么高，你当头我当尾。哦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对自己发现的这些东西还满意吗？林医生，我不想这样的，但是他们已经发现我在帮你了。我如果不这么干，他们就会给我打药。林医生，对不起，但是我真的不想变成黑熊。这个配方虽然只有半截，但是明显是当年石井杰医生研制的。你就是梁光强临死之前还没来得及说出来的那个人。梁光强也是你找人灭的口吧？既然你都猜到了，你也应该知道自己的下场。
谢谢啊，慢走啊。嗯。喂，我要一只烧鹅，剔骨留皮，斩腿去翅，鹅掌连筋，开膛28种香料入肚，五六一七，上线封死，不许漏诊。是林浩让你打来的吧？13号晚上10点，来上回副会长办公室，把你们查到的东西交给我，我会再去监狱转给林浩。好，再见。你为什么不继续进货？我的实验现在等着这个用呢。商会的庄先生已经看中了我们的项目，所以我打算一周后决算上拍卖这些拳手。你可以不用继续实验了。什么叫不继续实验？什么意思？不继续实验？不是，现在这些实验品都还不成熟。不是，你现在把它卖出去，那样是会出事的。你总跟我说会出事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是怕我一旦赚了钱就不继续支持你的实验，你也就救不了401那个人了。我说过，我帮你，就是为了让401那人活下去。那你就乖乖听话呀，否则我马上让他消失。你威胁我？立刻调配警力，彻底封锁401。不，对不起，行吧，我错了，好不好？对不起。从现在开始到拍卖会结束，都不许杨医生接近401。这个实验。我进行了16年啊，这马上就要成功了，你不可以不让我继续下去呀！我求你了，啊！那你就好好配合呀！我配合。先去把隔壁那个蟑螂处理掉。处理。如果我心情好，会让你继续实验。好。我马上去处理，我现在就去处理。对不起啊，兄弟，我之前说过，你拼起命来那个样子，很像我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朋友他对我非常的重要，所以说我只能牺牲你来救他了。我打完了。你就不跟我解释解释？解释什么呀？不过年不过节的，不是初一十五的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
我们这几个人刚被保释出来，你难道想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吗？你怎么这么记仇啊？您不记仇。我要是记仇就甭活了，这每年搭钱买药亏了多少，我要是拿把刀在村里头兜一圈只要个账，哎，你爸回来就是百万富翁了。我说你这个孩子为什么这么执迷不悟，是不是非得把命丢了才行啊？我活下来就是为了报仇的。行啊，那你们今天晚上还不弄只大公鸡，喝杯断头酒，走上不归路，大杀四方，花城扬名。什么时候我闺女当了花城的黑老大，你爸我也算能吃碗安稳饭了。我看将来谁还敢欠我的钱。爸，我说还有用吗？打那时候我就知道，早晚得有这么一天。火从心头起，这么些年就灭不了吗？那我说还管用吗？爸。你叫我一声爸，可是咱俩站在河两边呢。为什么是你在这儿？约我来的不是庄宇吗？那边那一家烧得只剩一扇门的，就是我小时候的家，现在已经变成鸟窝了。旁边这一家就是林浩的家。你慢慢看，这是你第一次来他真正的家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其实啊，我知道的也是少之又少，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，我只能经常半夜跑过来，整夜的和死者对话。如果不是梁少秋那个案子，我可能至今都等不到应该来的人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林浩、庄宇是当年逃生出来的三个孩子，我们约定过长大了在这里见面，商量复仇的计划，一定要找出当年的凶手。现在我们长大了。所以你也来自石井间？他们不想让我卷进来，但我必须来。我理解你，梁少秋的俱乐部那次要不是你的话，林浩最后肯定就变成一只野兽了。只做这些还远远不够，我不想只是被他们保护，我也想寻找石井街的真相，想要和你们一起战斗。看你这个样子，好像为了战斗要拿命来当赌注似的。我们到这个世上来，谁都没想着活着离开。你可真敢把这些话说出口。你的那些仇人视人命如草芥，那你自己呢？也不拿自己的命当命吗？若想报家仇，手斩仇人头。你没有经历过灭门之痛，这个你不懂。
是，我不懂。所以呢，你想让我帮你做些什么吗？很简单，让我和你一起见庄宇好吗？我知道林浩认罪入狱和他有关。我了解林浩，他绝不可能杀人。那庄宇想做什么？庄宇有他自己复仇的方式，他和别人不一样，他在黑暗里待久了，有的时候做事情很可怕。我不想他活在仇恨里，不想他变成自己最恨的那种人。我必须要见见他。何小姐，庄宇，我约的好像只有你一个人吧？只要能帮到林浩，不管来的是几个人，来的人是谁，其实都无所谓。我看你倒是很乐观的样子。既然已经来了，把你知道的说出来吧。何欣欣，谢谢你愿意让我帮忙，我也相信你对林浩的猜测。你们确实没有猜错，何欣欣现在做的事情也确实在林浩的计划之内。他知道你不会放弃他的案子，会去查市井街的卷宗。那么你现在已经查到那份卷宗了吗？这件事庄宇很清楚，三天后卷宗会销毁，需要将卷宗拦下来。庄宇跟学姐联络过了吧？押运路线图，我想你已经拿到了。我对花城最熟悉不过了，押运车出城必定会经过这个岔路，我可以在这里制造一起交通意外，拿到卷宗交给林浩。你们是不是忘了他在惩戒场？交给我。我就知道林浩会认罪，肯定没有那么简单。你们早就计划好了吧？你在外面查线索，而他在里面找凶手。他去监狱要找的那个人，我已经查到指纹记录了，杨华生是个杀人犯。你让他进入监狱找这种人吗？还有之前梁光强手术的事情，是你要林浩给梁光强做手术吧？是你帮林浩瞒着我离开，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戒断药物的吧？你们这些男人每次都背着我们做这种拿性命冒险的事，你们觉得很厉害，也很英雄是吧？我觉得你们拦截卷宗才会有危险。他不只要卷宗，还需要从卷宗里找到明确的线索和把柄。何欣欣，不管拦截卷宗有多危险，我都希望我能帮上这个忙。他们男人能冒险，我也可以。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冒险，还有我和我的家人，还有整条石井街全部的人，还有林浩。好，但你们最好考虑清楚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们一起去冒这个险。没错。用上你们所有的本事，首先配一副最厉害的泻药，让学姐拿它做药膳额。阿威最贪吃，每天下午都会蹭同事的下午茶。
我只要点好学姐的烧鹅，故意离开座位，阿威一定不会放过他。你怎么样？可以。哎，要不然我来开车，你坐吧。哦，我来开车。好好好。坐上了驾驶位，就可以开始计划。宝贝跟随的档案车会在十字路口和我们的押运车相遇。你先停，掉头追上那辆车。接下来就看你的。冷风也渐凉，暗火在身上。